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刚刚在门口写到1000块。哇，1000块，1000块可以买好多好多的玩具耶。嗯，也可以买好多好多的饼干。对呀，点点，好羡慕你哦。那你买的饼干跟玩具可以分我们吗？可是我没有要买饼干跟玩具啊，我想要把1000块拿给苹果姐姐。哇哦！你们在讨论什么？桌上的点心怎么都没有人吃啊？苹果姐姐，我刚刚在门口捡到1000块。哇，1000块！点点，你怎么会捡到这么多钱啊？啊，糟了啦！我刚刚把钱弄丢了。你掉了多少钱啊？1000块啊！我刚刚要去买菜的时候放在口袋里面，结果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耶。1000块，彤彤姐姐，这是你掉的钱啊！真的，太好了！你要谢谢点点哦，因为是点点啊在门口捡到的哦。谢谢你了，幸好有你捡到，不然啊，我们大家这一个礼拜都要饿肚子了。还好，点点啊，没有把钱拿去买玩具，也没有把钱拿去买饼干喽。点点啊，真的很诚实哦，大家要好好跟点点学习哦。点点你好棒啊！对呀，对呀。原来只要诚实就会被大家称赞哦。我知道了。那是音乐小精灵来了耶。哇，有好多小朋友在开心的唱歌跳舞哦，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吧。
数哦。我只要跟点点一样诚实，大家都一定会称赞我的。好，我要当一个诚实的人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九，你怎么怪怪的？哦，小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小蜜你好笨哦，连数到十都不会。哼，我才不想理你呢。哼，而且你都不会讲笑话，每次你讲的一点都不好笑，自己还笑那么大声。你太过分了，妈妈。哦，我是很诚实的告诉你耶。哇，点点，你把我画得好漂亮哦！哎呦，点点，你把彤彤姐姐画得太漂亮了啦！你看清楚哦，彤彤姐姐的腿明明就很短，眼睛也比较小啊，你这样啊一点都不诚实哎！彤彤姐姐，我们不要理妈妈。为什么？我说实话，你们都要那么生气呢？哼！神奇麦克风来嘞，我们先去听歌吧。让我们欢迎猫猫 band 出场。谢谢。亮亮，连你也在生我的气呀？我没有生气啦，我今天拉肚子，肚子好痛哦，我不想吃东西啦。好臭哦！亮亮，是你放屁对不对啊？怎么那么臭啊？猫猫，你很讨厌呢，难怪。大家都不想跟你说话。我只是说实话而已嘛，为什么你们都要讨厌我？彩虹泡泡来了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猜猜看，是谁躲在泡泡后面呢？休息一下，待会告诉你哦。猜猜看，是谁躲在泡泡后面呢？猜到了吗？是宝泉。小朋友，爸爸妈妈赚钱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所以啊，爸爸妈妈把钱存到银行之后，是谁来负责保护这些钱呢？
今天啊，牛奶哥哥就要带大家看看保全人员的工作，体验一下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哦。好，大家集合，小小保全员出发。保全的工作有分很多类别，有机动专业的行动保全，还有细心敏锐的助卫警保全，每一项工作听起来都很不简单呢。今天我是帅气的保全人员哦。保护操作的过程可能会遇上危险，所以啊，穿上防弹背心还有头盔，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哦。防弹背心跟头盔很重，但是这样才安全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去进行印钞保全的工作。先从保险金库中拿出钞夹后，我们马上就要去执行任务咯。这是大家辛苦赚的钱，我要保护它。我们一路上都很小心翼翼，终于抵达补钞的地点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一箱一箱的钞票补进提款机里。要拿着钞夹跑来跑去，好辛苦。耶、yeah, ！我们顺利的完成今天的运钞任务了，大家都是称职的保全人员哦。小小保全员，大成功！耶、yeah. ！因为有了辛苦的保全人员，我们才能安心的把钱交给银行保管。所以，保全人员需要有一颗负责任的心，才能完成这样重要的工作哦。我们一起替他们鼓励鼓励。洋葱圈都被我吃光了，啊，吃得好饱哦，好饱哦！妈妈，你的嘴巴怎么那么臭？真的很臭吗？臭死了！你不应该再讲话啦！对啊，好臭哦，比亮亮放的屁还臭！妈妈，你怎么啦？我好难过，大家都说我嘴巴臭，大家都对我好坏哦。哼，你还不是说我笨？你说我不诚实，把彤彤姐姐画得太漂亮了。你在大家面前说我放屁很臭。我只是说实话嘛。我们也是说实话呀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啊不要吵架了。哎，听歌的时间又到了，我们先去听好听的歌吧。Let's go。一闪一闪为我从天而降的流星雨，一闪一闪为我实现愿望的小星星。我不敢张开我的眼睛，我不敢相信有多幸运，这是多么让人开心的惊喜。点上烛光祝福我们最爱的小手心，一句一句唱出我们最爱的歌曲，希望你每天都笑嘻嘻，希望你每天都甜蜜蜜，好像发光的精灵，每天都有活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 to you.
了你，每天的甜蜜蜜，好像发光的精灵，每天都有活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用爱强大的电流温暖你心窝。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体贴别人也很重要哦。像是啊，大家很诚实的告诉你，你嘴巴臭臭，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啊？好难过、哦。可是要诚实，又要替别人想，好难哦。哎呦，某某，其实没有那么难啊。只要下次你在说话之前想一想，如果别人也对你这样说，你会不会难过？这样你就知道了。对呀、啊，就像是小蜜啊，她不会数数，你可以教她啊，但是你不可以说她笨哦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小蜜说你不会讲笑话，笑你笨的话，那你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我最讨厌人家说我笨了。那就对了。而且啊，亮亮是因为肚子不舒服才会放屁。如果哪一天你肚子也不舒服放了屁，结果还被人家笑，那你是不是会很难过呢？我觉得大家好没有同情心哦。那就对啦。像是点点啊，帮你画画的话，如果大家都说哇，画得太漂亮了，可是一点都不像你，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会觉得大家好像在说我很丑哎。对呀、啊，这就对了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应该说那些话的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也说你嘴巴很臭，我们扯平了。所以咯，小朋友要记得咯，说实话之前也要先帮别人想一想哦。那我们要先跟你说拜拜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变暗了，我挥挥手，挥一挥手。